为其实不满，只是停一下，被排队洗车民众按喇叭暴怒开枪。给你先啦、啊，对啊，免费免费，还有送你啦，快点，没关系啦，我再给你200块。洗车业者起哄，让他插队先洗。200是什么台币？台币200。来，老娘来了！一个敢讲，一个敢答应，帅气丢掉车上所有物品，骑着机车肉身上前，张开双臂享受超大水柱，任凭泡沫直接淋在身上。工作人员狂笑，贴身上前 VIP 刷洗。桃园内坜这名骑士，小小行车纠纷，赌气赌大了，肉身闯洗车机，弄到满身是泡，让人好傻眼。同样发生桃园，马路离谱场面还有这，机车停的红灯，怎料一名男骑士掏出武士刀下车，火气很大。朝另一名骑士疯狂挥舞，后方目睹驾驶吓坏了，将画面PO网。警方调查，原来两人是朋友，手上拿的似乎是玩具，玩笑开太大。镜头转到淡水，小黄完全没在管别人，说切就切。骑士气到狂飙脏话，双方当街互杠。你牵出来不用看的，职业驾驶还这样啊？职业驾驶好棒棒啊！高雄则有人喝了酒侥幸上路。你有喝酒？我喝2杯啤酒。我明天还一堆事情，你不要这样打自己啊！酒测当场超标，男子情绪失控，走到大马路中间，朝自己狂扇巴掌。只能说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记者叶伟林、范雅乔综合报道。轿车转弯猛撞妇人，这辆车也是左转狠撞夫妻，喷飞引擎盖滚地。不止行人，连骑士也被左转车辆惨撞骑上去，这些都是 A 柱死角酿祸。不过开车上路让驾驶怕爆的视线遮蔽问题，现在竟然有解了。这款超神发明竟能让 A 柱原地隐形。它首先在副驾驶旁放置一台摄影机，它将所录制的车外的影像投射到两侧 A 柱上。轿车 A 柱竟神奇一秒变透明，行经车辆看得一清二楚，转弯第一视角比一比更明显。一般驾驶被 A 柱挡着跨龙某，有了神奇发明，驾驶视野大解放，再也不怕撞喷别人出歹机。对比现在的盲点系统，或者说就是一般的电子后照镜，它其实会有替代性，但它会更直觉，对驾驶者的体验应该更多就是在使用体验上的提升啊。说真的，它并不是新技术，现在来讲其实马上都可以实现。现有科技的确可以做到。原来这是一名美国14岁高中生，用摄影机把车外画面及时投射到包覆特殊 3D 反光材质的 A 柱上，运用投影原理就能达成。若成功量产，堪称死角救星。但提升行车安全的不止他，大陆公车禁止靠着一杯水。公车司机总是在驾驶台上放一杯水，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口渴时可以喝，而是为了检查底下抹布有没有湿。若突袭检查水洒出来，抹布当漏漏，可能就是赔车赔太凶，司机得面临惩处。不过聪明的检查员恐怕还得防止司机偷偷换掉抹布。记者黄明君、黄玉兰特别报道。警车临停路边，黑衣男子下车走进店家，提了一大袋东西放到后座，接着上车后竟然，男子一上车，警车立刻来个180度大回转，但这里可是双黄线，警车明目张胆的违规行为都被路边民众拍下，到底什么东西急着带回去？他们是私生定的，所以拿了就走了。事情发生在台中外埔，端午节要到了，警方订了一大袋的肉粽，事先已经预定，因此来取货。但再怎么好吃，交通违规仍然不应该。未依规定停车及回转，相关违师均依规定开单一处。你一共收了9张就对了。是9张罚单变成厚厚一叠纸，夸张罚单量可不是驾驶恶意违规。南投埔里至绿月潭路段60公里区间测速速限，原本放宽至80公里才取缔，突然被改成70，7天内就狂收超过600张罚单，民众痛骂简直是突袭式抢钱。如果这样子我被吊销执照之后，那我这阵子的我这些生意怎么做？是连续收到7张，更有三宝妈疯狂接到罚单，一天就连续收到7张，短短几天就累积12点违规。如果被吊扣驾照，忍不住哭喊：“谁帮我接送小孩？”区间测速的部分，那目前因为有所争议，目前是暂停使用当中。警方表示将会函请监理单位了解为何放宽的速限突然调降的原因。记者曾伟翔、杨胜成的报道，台中南投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暗夜天雨路滑，两车闯宜兰县三星路口，
被喷撞，一个失控被推撞滑到水沟去撞墙，另一台休旅车被撞360度，时速大旋转，雨水淹成，瞬间四炸。换个角度再看一次，直行白车飙速冲路口，左侧一辆休旅车刚好要通过，疑似天暗视线不良，根本来不及刹车，零减速直接对撞。休旅车失控狂转三圈才停下，直行白车喷飞滑行撞墙，再撞路边临停车辆，好在两名女驾驶没大碍，只是吓得不轻。开车行经淡水竹围，一旁机车骑一骑竟然蹦一下，当钻车缝撞上别人，骑士当场连人带车倒地惨摔，而撞人骑士自己也喷飞滑行，差一点就要被后车碾过。另外在苗栗则有骑士明明就有往后看车况，竟还执意路边大鬼切，害后方骑士追撞大摔车，货物滚地，肇事骑士则是龙头抓紧，差点跟着摔飞。恐怖车祸在南投也出现，疑似过弯失控自撞山壁，27岁驾驶超惊恐爬出侧摔大货车，满地高丽菜渣顾不上心疼，报名要紧。记者杨乔彩山采报道。我是哈远仪，不用说故事，写自己的人生故事。有争议的拿证据说，被掩盖的挖出来说，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，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。我是哈远仪，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